那但是无关，可是跟各位交作业有关哦。啊，原则上我会认为说，各位交作业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把程式交给我，或者是把程式的压缩档交给我啊。那这样子其实你的作业不是一个很好的呈现方式。那怎么样子呈现你的作业呢？这边我给各位一个参考。那各位一直在看的这本书，啊，当然是我写的，可是它是怎么写？啊，你应该有看到我用的这个网站叫 GitHub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可以把你的作业最后呈现成一本书，那我觉得这就是蛮棒的一件事情。OK， 那其实就相当于说，你在修完这门课之后，你就出了一本习题解答，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每修完一门课，你就出了一本那门课的习题解答，也不错。最后你再整理整理，搞不好变成一本你自己的书，那也很好。那这种东西要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那上礼拜有同学在问我说，老师，我不太会用云端工具的。那这个，我告诉各位，用云端工具比写程式简单很多，你只要花个一天去用就可以了，保证你用得非常的熟。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啊，所以你今天要用云端工具，你只要去操作，然后呢，你把它融入日常生活，就可以做得很好。其实写程式也是一样，你只要去学，然后把它融入你的日常生活，你就可以学得很好。大部分的人学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学了，但是你没有把它融入你的日常生活，你永远都学不好。为什么？人家是照三餐吃，对不对？那你偶尔 想到才吃一次，那当然是人家比较厉害，你比较弱啊。融入日常生活，一定比那种没有办法融入日常生活的好。那现在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GitHub 到底该怎么用。那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这里，然后呢，如果你点选我的连结，你会看到我里面有几本书，但是其中有一些写完，有一些还没写完的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是一边写就一边在网路上，你可以直接公开给别人看的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公开。那我通常是会公开，那就算还没写完，我也是公开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直接示范怎么样子开始一个新的书。那既然是这门课的话呢，很简单，我就先做我们这一门课的习题解答啦。反正我已经示范了好几周的习题解答了，所以我们就来直接建一本习题解答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会选择 book on the menu， 就是书籍或手册，或书籍或手册，对哈。那这个是 API document， 是函式库的说明文件。另外一个是 knowledge base， 是知识库。下面还有啊，GitHub 是 GitHub 是一个程式人员放程式的地方。那 Git 也是一样，只是 GitHub 是个网站 ，Git 是一个软体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的应该就是 book 的 menu 啊，所以我现在写一本书嘛，对 book。那这里呢，这个 title 其实在这 title 上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最好是使用你的类似账号的东西，也就是说这书名的代号，不是直接把书名打进去，因为它其实不太认识中文哦，所以你用书名的代号。以这本书而言，你看我这本书叫做 JavaScript。那我这本就叫 JavaScript Homework， OK。然后呢，这里，我就暂时先把这个贴进来好了。
好 ，OK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就开始创建一本书 ，JavaScript homework。好，然后他说 ，write and publish a draft, a first draft， 请写出你第一版的草稿。然后呢，就开始编啦。好，一进来就有一个很像书那本书的样子，可是这是一个预设的样板啊，可以让你写自己的书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写刚刚的书了。那我把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你的前言啊，基本上是前言。然后呢，你写了这个目前我不要存档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一章啊，这是第一章，那你可以这样子哦，像我这边都会写第一章程式入门，我把它抠过来啊，因为我其实知道做习题解答嘛哈、啊，然后呢就这样，然后呢问题是第一章有习题吗？第一章看一下有没有习题，没习题啊，所以第一章空白，无习题。好，存档啊，按这边就可以存。接下来呢，问题是我们要写第二章了。第二章怎么开始啊？啊，第二章，你在这边或在这边都可以。你选 New File， 啊，按右键选 New File。这时候呢，可以 Create 一个 File， 然后既然前面叫 Chapter One， 这边就叫 Chapter Two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修改了哈，那不一定要叫 Chapter One、Chapter Two 啊，什么名字都可以。啊，等一下我们会再做，你可以一次增加多一点也 OK。我直接抠下来，啊，你可以一直增加。好。那当然，你觉得 OK 了啊，就先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二章啊。第二章呢，我们有习题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第二章基本语法。哎呦，打错了。那第二章的基本语法。好，这里你会发现，奇怪，它怎么跟刚刚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标题，你用一个井字号啊，这就代表最大标题啊，用两个井字号就代表次标题啊。那这种语法叫做 Markdown， 它是一种非常简洁、非常快速的一种写法。那你最后的呈现，如果你想看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这个 Show Preview 啊，它会呈现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种东西其实并不只可以写这个，像数学公式啊什么之类的，它都可以写。那你可以用一种叫 LaTeX 的语法来写数学公式之类的，表格它也有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习题啊。来，这是第二章的习题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放上来。好，这里你会发现，贴下来的时候跑掉了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加上一二啊，这是第二题。好，那你会看到，如果我继续一直这样贴，虽然我这边都是二。但是它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因为它其实会自动去有一个规则，它认为说你这个是连续的。不过这样依靠这种东西不太好，你最好还是把它更正成正确的比较好。因为内文和那个一致还是比较好的。所以现在我第四个，那这个范例不是那里，所以我退一格，这样子。它就会呈现出不会有那个
变成一二三四五不连续的问题啊。好，所以这边也是退一格。好，那六七其实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它常常会出现这种提示哦。其实这个对中文来讲，反而是没有用的。它不断的认为我们拼字拼错啊，这个设计不好的地方就在它的多国语言设计的不是很好，它总是以英语的想法在考虑。这里有个问题哦，因为这里范例我们把它弄成真的。范例不应该是内文，所以五六这边七才对，这边八，这边九，好 ，OK， 这是习题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我之前曾经做过的解答有哪些，啊，那我现在几乎都是放在这个 JS1 里面。问题是我没有记录到底哪个是第一章，哪个是第二章的。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写一个计算函数计算十阶乘，这些东西有我有解答吗？有些没有，我们现在就做有解答的部分。哦，有哎 ，factorial 这个是阶乘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它打开一下。用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来打开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计算十阶乘的程式，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下面，那我觉得题目就让它重新显示一遍 OK 的。好，那这里你就可以发现说，哎，程式码其实它的显示会有问题，你看一开始显示这样不对，它外面程式码外面要引用一个标记，用一个标记你看起来就会好一点，但是还不够好。为什么？这个是 JavaScript 的程式码，我就加上 JavaScript， 你可以看到它连颜色都涂上了。OK， 所以这样就好很多。那当然你的题目还是要在前面弄一遍的比较好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可以分段落，因为这个第一个段落习题。就叫题目好了。好，那第二个段落才是解答。好，那这样子第一题的解答就做完了，存档一下。好，存档完之后呢，有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你的存档没有立即显现，那没有显现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种，一种是它还没有更新完，另外一个是更新完之后你这台电脑快取住了，它没有显现，但是用另外一台可能就可以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还在更新，还没有完毕，所以有时候会延迟一下子，因为它的伺服器没有很快。好 ，OK。那所以你现在，我们现在就写完第一题了哈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做，我们第二题，这里其实还有很多版本啊，然后呢，这是之前写的第二个版本，第二个版本，那这个看一下，这个版本是没有用函数的。那下一个版本是有用函数的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，那这个就可以写，第一版没用函数。好，接下来第二版。有用函数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就做完一题。当然，你可以一直做下去。
那不止这种东西，不止可以写放程式码，也不止可以写文章，也可以放图片，譬如说，举个例好了，反正我就用我自己书上面的第一张的图片拿来，就这张吧，我另存一下图片，把它放在一个你方便存取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比如说，我还是存在这个 JSON 里面，储存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在这里的第一张我也显示图片，那怎么做呢？你可以先在这里先建一个资料夹，因为如果你图片就只是跟档案放在同一个层次底下，那你图片到时候很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很难整理。所以你可以先建一个资料夹，然后譬如说叫 IMG 图片 image 的缩写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这里可以 upload 上传。上传什么呢？我刚刚就已经放了一个图片在里面了，就是这个 code.org.png。好，那这时候它正在上传。那等它上传完之后，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图片。上传完了吗？等一下，还是我 没有上传好。好，试试看哦。然后这里用这种标记，你就可以OK， 还没上传好，因为刚刚的上传似乎失败了，所以我还是我上传到错误资料夹没有，所以刚刚的上传似乎失败了，好，我再做一次 ，upload 的这一个 JS1 的这一个档案。有没有进去呢？有啦有啦，这次有进去啦。Yeah, save. 好，现在有了哦。不过我们看一下 Chapter 1。这个网站有一个缺点，它的速度不是很快，而且。那它是 code.org.png 嘛，那目前看起来它没有抓到，重来一次。对，一个路径没有写，所以难怪没抓到。好，这样就有了，因为 我放在 img 底下，所以我也要指定那个 img 才对，忘记了。OK， 这样子它图片你可以放上去。那再来你会觉得说，那如果万一我有公式怎么办？那有公式的话，其实也不难处理。他用这个前置号两个，你把它夹起来。但是这种语法要学，这个叫 LaTeX。好，那这个就数学式，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写出一整本书，写一篇文章或之类的，而且它最后是整理成一本书的。好，那这里已经示范了差不多大部分功能了，那可是还有一个地方没示范，什么地方呢？如果我真的进去看这本书 JavaScript Homework， 第一个它的标题就叫这个，不对啦，我的标题应该是这个标题，然后是习题解答，所以我在设定这边改一下，我一开始不去写中文，但是现在去做中文就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它会把这个东西当成网址，所以一开始设定中文的话反而不好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我说习题解答，那这里要按 save， 它就会存档。
啊，说 OK， 成功存档。这里可以选哦，因为我们的书是中文书，所以在这里应该是选 Chinese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要看你的授权哦。以这本书的授权而言，我目前还没定，所以我就先不写授权。但是，一般我有些书我会用创作共用的方式来授权，但是因为这本书一直有书商在跟我说他想要出版，所以我暂时还没有定授权，因为定了之后流出去，那个书商可能就是授权出去，人家取得那个创作共用，他可以再拿去改，那这时候书商就会有问题，他会抗议。那基本上我其实不是很想出这本书，可是他们其实现在书商也很难做了，说真的。那他们现在出版市场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。好 ，OK， 要存一下，那这样 OK 了。你可以看到标题改过了，然后呢，回到我的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这一本习题解答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进去看的时候，这每一个 update， 如果上面打勾勾，就代表是成功的。啊，如果有失败的情况，有几种，一种是你的版本有冲突，你正在编，别人也正在编，你可以共同编一本书啊。哎，两边编的不一致的时候，就可能会有冲突。那另外的状况有可能是你的语法写错，真的他没有办法辨认，那就可能会失败。好，那这是其中的一些问题。那最后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当你点进去 read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我刚刚明明写了第一章和那个第二章、第三章那些，怎么都没有出来呢？哦，那这里问题在于说，你没有更新你的目录，你的目录这里目前还是只有 summary 和 first chapter， 那这里是你需要更新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先做几张哈。第一张程式入门，好，那我就照这个先套一下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们把一二三四五六先放上。坏掉没关系哦。等一下再更新，因为你看，其实这边是对的，显然它这边没跟上啊，所以是这个只要存档之后再重新看就 OK 了啊。只要你看到这边是对的。预览是对的，这边没关系。好，它这一个网站其实在中文上面，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瑕疵的，没有做得很好。那到了这里呢，你就差不多做完了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 chapter 不对，因为应该是 chapter 2、chapter 3、chapter 4、chapter 5、chapter 6。好，那另外那个标题的那个也不对，这里应该第二章是基本语法，对不对？第二章应该是基本语法。好，那第三章应该是阵列与字串。
好，第四章应该是函数。哦，这次就对了哦。那它的那个中文的问题就是时好，有时候就是它更新就没办法及时了，这是它一个 bug。哎，现在是第几章？第五章啊。Jason， 字典 Jason。好，这个、第五章也是我们今天要讲啊，所以我把它放上去。第六章物件导向与原型哈，那到这边其实各位会觉得其实很快哦，因为一旦讲到物件导向的话，甚至很多程式设计课程教了一学期是不会教到物件导向，但是 JavaScript 是一个物件导向非常重要的语言，所以也不能不教它。可是，一旦教了，就会开始又复杂度就会再提高一层哈。那所以你函数那边如果还没好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先 hold 住一下，不要进得太快，进得太快就又倒一片了，这样不行啊。好，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也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不要进得太快。好 ，OK， 现在我这样子更新已经存档了，那存完之后呢，你回到这里来看。回到这里来看，它不见得立即会更新，因为它这一个网站就是这样，我觉得立即更新度没有很好，现在就更新了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但大致上你也不用急着更新，因为你是出版一本书，不是在出版网志，所以那个立即更新的特性没有那么强大，没有说我们马上就一定要出的啊。那书是比较长久的一个东西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到了这里，你大概就已经可以读了。那刚刚我有放了一些不应该放上去的，像这个图片没有意义哦，放在这里没有意义。这里有问题哦，那这个后面再解决，因为它好像目前看起来是格式的问题，待会可以再解决一下。刚刚这边其实可以看到正确，这边显示正确，但是到了那边却显示错误了。那这里我看，或许是因为格式，或许是因为设定档没有弄好。我如果这样子试试看，那它有个设定档，这个还没有更新，对，快取住了，好。那大概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，我们的示范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那你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共写，所以你其实是可以邀请人来一起写这本书的。然后它甚至可以分版本、分支啊。那你正在编辑这个分支，我正在编辑另外一个分支，两个分支最后把它定起来，变成又是一本更大的书啊。那这样子都可以，这是它里面是靠着 Git 这个版本管理系统。那 Git 这个版本管理系统差不多是现在写程式的人都一定要会。如果有一个写程式的人，你问他，那你们会不会用版本管理？有没有用版本管理？他说没有，你就可以几乎确定这个人的程度不怎么样。好，那就是，差不多，这是我们的社群现在一定要会用的。好。OK， 甚至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历史啊 ，revision history 就是更新历史，你每一版的更新它都会记录，然后这个红字的部分就是你的更新的部分，它都会记录的。哦，所以我刚刚更新，你看你有个问题耶，我只有一个前置号，难怪出不来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刚刚的更新有点问题。明明有两个前置号。好 ，OK， 那各位可以先试用看看。现在其实学东西哦，我非常建议各位，我现在上什么你就学什么。比较有一些同学吃力不讨好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
就是我今天上这一个主题，然后呢，他就譬如说，我们马上上完之后，你应该马上练习，但他不是，他延迟了一段时间在练习，或者是说，我们上这个主题，看另外一个主题，啊，比如说我们上程式设计，他在看线性代数，上了线性代数，他要看程式设计，啊，那这是没有效率的，啊，这是非常糟的学习方式。你现在做什么事情，你先把那个事情搞定，你学会了，你要做别的事情再去做。所以现在就请各位建议各位马上立刻去申请一个账号，马上开始编自己第一本书，开始把你的习题直接整理上去，试试看做这件事情，效率会比较好。这种学习方式效率会比较好。好，那就开始吧，各位试试看。